前，要予咱海静香在中国王位承上，百年不投胎，不只是怒火冲天，因为是妖怪出没，将你斩入江油大海。经过十八年，新鲜之事，原来百年不投胎，正是贵族。是我的风味，我不应该把他带入江油大海。先人之事，我的脚步是有人解救。在西湖的所在，我若到西湖走出，就会等找到我的亲骨肉。王妃日日思念风味，看伊思家的痛苦。我也心痛无比，打扮地势，出外要来去扫找，天色无早，我路起程，有人来。